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吴磊，现在带大家来看日出。哎，来了哥，你正好帮我装上这机器呗。哎呀，我手都僵了。坐进去吧，转一下。OK， 朋友们，我先用一下无人机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成功。朋友们，这就是我所看见的太阳，但是有点没有焦点，摇一下来吧。啊，现在给大家看看我。哎，你好，大家看见我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完了，我没录，我操作半天，运镜半天，忘记录了。不行啊，我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我无人机快没电了。可以，耶，哎，哎 ，OK， 现在往前走，再低一点点，然后机器稍微的升一点点。深一点点，出发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啊，发现返航。你看，这就是我操控的飞机，啊，来得近一点点。OK， 这就是我操控的飞机，耶、yeah， 嘿嘿，我现在已经收到了所有我想要收的素材，然后我现在决定让飞机返航，然后我就结束这个录制了。哎，降落了，降落了，耶，降落了，好，结束直播，帐篷啊，等我，帐篷，等我洗完澡，舒舒服服的，我再来拆，帐篷一定要拆，因为我们现在要讲究的是那叫什么，无痕露营，对，我们要讲究无痕露营，就是我们露营过后呢。不能留下任何的垃圾和碎片，就是这样，对环境才有一个好的保护，这才是健康有效的露营。不然你留下一堆垃圾的话，都是没有意义的。零下二十，零下二十，还行啊，还行啊。昨天晚上才冷，昨天我们晚上睡的时候都已经零下二十多了。啊，肚子好饿，不行了，饿得不行了，我要回去吃饭。露营结束了，啊！现在我们骑车，不是骑车，神志不清了。现在我们坐车，赶紧上车，回到旅社，赶紧先冲一个热水澡，把脸洗了，太埋汰了，洗个脸，刷个牙，然后吃个早饭，肚子太饿了，然后可能补个觉，然后下午或中午，我们再来把这个帐篷给拆了。然后下午再看，
进行别的活动。今天下午应该，我老罗说今天要带我去找冰河，晚上他找银河，反正今天就是跟河有关的了啊。啊，但现在就是一个大离开。耶、yeah! ！露营大成功。昨天真的是，其实一开始真挺热的，因为贴了很多暖宝宝。但是到了后半夜起风了之后，就变得非常的就是危险，因为只有你身体一直待着的部位是暖和的，你只要一离开那地方，或者说风一刮进来就会一阵凉风，因为昨天风还挺大的。但只要没有风的时候，然后包括我自己在一个舒适的姿势的时候，在睡袋里就特别暖和。啊，但是我其实睡得不是特别习惯，因为一有风声我就被那个风声吵醒，就总感觉要遭遇袭击。过完这个生日还有五天就要2022年了，希望2022年我能也有一个好的状态。嗯，然后这期片子出来也是2022年，希望2022年的我看到2021年的我的现在，能够非常的怀念且感慨吧。嗯。哇！睡得好吧？可以了，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今天下午冰河。嗯，好啊，冰河。但是那个走冰河的时候，马蹄子得小心，冻好浆，不让它步伐太大。那今天晚上咱要去拍银河，就你这样天气应该能行吧？我还没啥预感。应该没问题。你这几天，我觉得运气还相当好，尤其你今天早上。拍到那个光晕，我那基本上一个月好久太阳了，对，一个月能一次。行吧，我们出发吧。啊，现在出发了。那个老罗老师和我们的摄影团队已经在马场等着我们，然后我们再去牵今天的马，然后我们就去寻找冰河。啊，睡得好吗？嗯，今天也要和北斗一起去寻找冰河，好不好？北斗，给点反应。他不给我反应，看见北斗美丽的大眼睛，可以从北斗的眼睛里面看到我们，真乖，北斗。那我上马了。我来，今天咱们要怎么找的冰河啊？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河的上游，这个冰河是辽河的源头。辽河？对。冰河，我想去凿开里面看一下，没有鱼。咱们现在已经到了冰河这儿了哈，现在已经到冰河了是吗？对，这个区域我们现在尝试着走过去，然后就把脚少踩一点。哦，这已经是河了是吗？对，这已经是河了。这哦，我看到了一大片冰河，长得南方人从来没见过、啊、这玩意儿。等过一会儿我们过冰河那个会有碎裂的情况，我们可以试一下。那咱是不是碎裂的情况，那咱不会就扑通就？不会，那咱要是掉进冰河，那岂不是凉坏了就？哎，没事，大胆的走。哎呦，这是雪还是冰啊？有雪有冰。一般在走冰河的时候，马和人啊需要一心，有时候你鼓励他，他就会胆大一点。加油，北斗，北斗，北斗，加油，北斗，北斗，北斗，加油，加，走，加油，北斗，加，哎，加。哥，咱真的不会扑通吧？不会不会，这你得看，很结实的冰和很脆的冰它不一样。这下面看着也有水啊。啊，但是这个是，冰面上特别结实的冰面上浮出来的水，那个浮上有水，你下完之后往那边牵。哇、哦，下来了。挺爽啊、哦、那会有点水，但水不是很那什么。哇，反正扑通就扑通吧，咱一会儿游回去。走，你害怕吗？啊，里面都有水。哇，你看底下都有水。
哎呦，我感觉不能再走了，前面都是水了。啊，这个声音听着好有安全感啊，就这个声儿，你看。终于到地面了哈，对吧？你一有雪就感觉终于到地面了。对，这用土土的鼓起来，就是它底下的水冒出来以后冻住了，顶起来。上面是一层薄冰，底下还有一层冰，中间是水。意思说我现在有可能扑通呗？对。你再听听这声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哎呦！不能把鞋搞太湿，一会儿冻脚啊！不搞，我回来了。走吧，咱们走。别动！哦嘞！不动，哎，好了，哦嘞，到，别动，你等会儿，慢点，啊，是水。对，走快点走过来，就别停留时间长。啊，咱现在去哪儿啊，哥？咱顺着冰河向峡谷上游走，那是有化开的河，我们从那儿过去。化开的河？对，走。感觉今天好像比昨天要暖和一些，昨天是真的冻人，今天眼睫毛也没有成霜。昨天真的是眨眼都费劲，但是这个冰面上吹来的风和这个水汽啊，非常的刺骨。我们从前面过河，然后沿着峡谷的左侧往上，从那边绕过去。好嘞。现在我们找到这个破口的冰河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们现在要去拆帐篷，我们要把帐篷所有东西都收拾干净。我可能现在赶路了。接下来是赶路时间，咱这过冰河了啊！哦不，这有点难度，稍微。快拆吧，哥！拆帐篷。现在啊，讲究的是无痕露营，就是我们来了，我们走了，这个地儿都完好如初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就是不留下任何的垃圾，也不留下任何的污染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一会儿全部都带走，不会留下任何垃圾。做个好人。亲手打这些钉子，亲手拔出来，完美。所以最后啥也没留下啊，来的时候是啥样，走的时候还是啥样，就留了几坨马粪在这儿，但这些也是成为大自然的养分啊。 OK， 收拾完了回去准备晚上的活动，离开，走了。
咱们现在稍微回去吃个晚饭，然后好好看一下晚上的天气。如果天气 OK 的话，晚上我们就出来拍摄银河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梦幻，平时在城市里面绝对见不到的银河。哎 ，Hello， 梦姐。Hello。看手机。哇塞！这太美了，这个。现在星星特别多，我们现在用肉眼看一眼。你看那个山怎么样？好，我们往前走一点。这吧，这就可以了。我们先试一试。对。因为现在比较黑。如果这不合适，我们再换。好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银河，是吧？这是不是这就是银河啊？对，这一条星河。所以现在天空比较黑，我们看不见，就大概先拍一张试试。因为你这样按的话可能不太稳，因为我们设置的是20秒的快门，然后你按一下这个试试。好，可以了，看到了是吧？已经在拍摄了，你等待就好了。啊，这是你看的那个。哦，感觉得再往上摇一点点。可以啊。走一下，把你这个过来。OK。再试一下，这样还不错。这样调整。哎，你说如果我站在山顶上，你拍到我人吗？可以啊。你觉得现在构图可以吗？我觉得 OK 啊，你这样就。行，好，那我去吧。好的。这山看起来多高，实际爬得好累。现在位置可以吗？这样，你拿手电筒。往天空照那种，对，然后给我一个点，然后我试一下，我先给你拍一张，不要对着我照，对着你斜侧前方的天空就好，这样拍出来是一条光线。好，我们先拍一张，来，3、2、1。我还是挺喜欢的，我觉得效果特别好。啊，特别好！我们现在拍始取一张银河吧，取一张我们就走。辛苦，好的。好，取一张我们就走。我们试一下 ，OK。我们先这个位置可以。好。嗯，还有，我突然想到那种当摄影爱好者的快乐了。哇，这个也可以。我觉得不错。好，收工回家。哎，辛苦了姐。这是我拍的。哎。不错不错，收获颇多。好，手指要掉了，收摊朋友们，快回家回家回家。今天的拍摄圆满结束、okay ，期待明天的内容，好吧？预知后事如何，请关注下一期《岂有此理》。今天的捕捉星河到此结束，下一期应该是大动作、大场面、非常惊险刺激的放牧生活，放牧，好吧？这一期就结束了。然后这个照片我会贴到这一次的微博里面给大家分享。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我们离开了，快上车，好冷。